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地产经纪李明。今天呢是2019年的8月17号，今天是周日。我今天呢现在去七诺港接着我的客人，我们去尔湾去看房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客人是第二次买房了找我，然后上一次买房他人都没来，房子我都帮他买了。买了一个，上回买的是在七诺港买的，这一次我要在尔湾买一套，尔湾买一套学区房更好一点。七诺港之前帮着客人买的是一套70万美元带山景的独栋小独栋，非常漂亮，客人非常的喜欢。这个房子他没来，他人都没来，我都帮他买了，也感谢我客人对我的信任。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去尔湾去看，如果这个房子差不多我们直接就定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前几天已经看过了，想买个学区房。这是在去七诺港的路上，现在呢是夏天，这旁边全是黄秃秃的。七诺港的房价中位数在不到70万美元吧，是一个白人，现在华人也挺多的，也之前是一个白人城市。这个小城市不错，学校也不错，学校是9分的，适合。但是这边基本上没什么新房，全是老房，就是90几年的、80几年的这老房子。新房子有前段好像不知道还卖完了，应该是有90多万的，3000尺的，就是90多万在这能买个3000多尺的新房。90多万在尔湾只能买个2000尺的，但是七诺港这城市不错，它离这个华人这个东区钻石吧很近，它自己也有九大华，就是这一栋，它开了车库门了，我刚才已经进去转了一圈了，这房子特别漂亮，当时客人没有来，房子我都给他买了，这也是感谢客人的信任。这个买这个房子也是一波三折，现在呢他刚这次来刚买的家具，然后这个房子带景观的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进来这个房子之前都是人家翻新过，是1980年的房子。这是客厅，这都是之前买的时候它就这样，不是我们买的时候当时就这样，上一任屋主重新翻新了。这是地板，这是一个三房，是2.5浴，对，还是带调控，带调控。现在他家具没买好呢，今年3月份买的，这客人刚买的这个餐桌，这在那 Costco 买的，还挺便宜的，700美元。这是一个桌子加8个椅子，挺好。最主要是这个房子是带泳池的，还带景观，最主要是学区也很好。这是他泳池，这是院子。当时有3个人下 offer 抢，我们抢到了这个房子。这是它的泳池，在主卧的话可以看到远处的山，看我拉远点镜头，这房子客人没来美国我都帮他买了，这个也是感谢客人的信任，因为我知道他像什么样的房子，他之前上第一那次来没买着。这个泳池也是看着非常新，然后一览无余的景观。后面没遮挡，所以景观就是后面没遮挡，你讲居高临下。然后到冬天了吧，可以看到雪山，这后边都是雪山了。这大两个大棕榈树也特别漂亮。不到70万美元，在七诺港学区是8分9分的，9分的学区。然后呢，三房。不，这个尺寸不到2000尺，1800多尺，好像是，这占地比较大。好，走了，我们带他去尔湾看房了。
好，我们现在到尔湾了，我们就是今天帮客人买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是个三层的，三房，三房三浴，一楼带个房间，利于出租，前面还带个小院。这是前面的小院，小学就在前面，就是走路就过去了，一分钟，走路一分钟就可以。小学加初中，高中也是十分的。对，一楼的升级的那个地板，然后一楼带个卧室，这样的话更利于出租。我这个客人是投资兼自住，未来也需要住，但是先前期的话会租出去。嗯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选个好学区的嘛，到时候以后他的有下一代了之后可以在这儿上学什么的。这个一楼带个房间的好处就是，这个到时候房间租给一个人，嗯，租个1100美金，嗯，1200美金完全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它不影响二楼的人，这个一楼房间租出去的话，它就不影响二楼的人，因为他一进来直接就回家了。他带一个独立的洗手间，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房子，而且是在八角的位置，非常好，视野非常好。这边你看没有邻居，就非常视野非常开阔。啊，这两边是后边是两个车库。然后这就上楼了，一楼租给一个人，直接是他就进他房间了，他不影响你二楼的人，这样更利于出租。这是二楼的厨房，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冰箱也带了。然后这边这个院子你看，这个是侧面，所以说很多窗户。就是说买这个房子买边户比较好，这个我们那里有边户，在这可以看到对面的小学和初中。这二楼还有一个露台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个露台，非常非常的好。露台在这放个沙发，喝个茶什么的。然后这有一个半个洗手间，二楼有一个半个洗手间。这是二楼的房间，二楼是两个带独立洗手间的房间，这是主卧，这是主卧的洗手间，这些都是升级的，开发商这个瓷砖都升级了。这个房子可以租3500美元每个月。然后这边是小学，这边是小学。就是你在你家门口可以看到孩子在那上学，走路就到了。小学加初中，我总是给大家说反啊。对面就是小学和初中啊、嗯，就是也就是从你家幼儿园 kindergarten 到初中，你就孩子可以走路去了，这多方便啊，省家长多少事儿啊。然后这边的洗衣机、烘干机这边他也带了，这个还是非常好的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他背面这一条路呢，这个房子的客人他是投资兼自住，然后呢前期准备租出去，一个可以租3500美元。这房子是76万美元我们买的，三房三浴，一楼一个房间，三楼两个房间，二楼是活动区域，到时候一楼可以。如果你分租出去，一个楼也很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直接进来之后，他就回他房间了，对你楼上的人也没有影响。这房子就是对小学特别近，小学加初中走路一分钟，直线距离200米吧，到学校的距离。好了，我们去签合同了。这也是我帮客人，这个客人买的第二套房子，在美国。感谢客人的信任。社区的配套，这是社区的这个公共的图书馆，这是画廊，这个大公园，这是社区的配套，这是它的那个画廊，这是社区的信息中心，这边是它的公共的图书馆。像这种社区的话，这种配套 club 这种，它有五个，就是大公园的配套是非常的全的。我们现在去看泳池。Thank you.
这个游泳池这边有好几个，是小朋友玩的一个区域，游泳池小孩玩的区域。是他们在做 BBQ 烤肉，这个是 free BBQ， 对，都是 free 的，就是去 free 一个牛肉，你去，对，就是先到先得，然后这个你可以开 party， 有分，对，每一组和你家里。